TVBS 四十二台家有喜事，哎，你有没有收到老爸的话？我哪还是阿健，我还是去救老爸啊！为什么搞不定，记得打电话给我。如果委屈，就不要勉强阿拉基，阿拉索。你完全不懂情趣，而且没有浪漫。浪漫是男人可怕的糖衣毒药。TVBS 四十二台，家有喜事。